跟这狗，哎，那跟猴，一直跳那个，看到我出门了还要跟，我就要去，跟，他出门了，要跟了，要跟了，是这样，刚刚到，刚刚到，很冷啊，很冷啊，要七点半了，要七点半了。太多了，不是？我会几盘？你别帮忙！你别帮忙你！在了，整干就没有了。上山了，现在出菜园，开始进森林。招牌啊，影相。招牌，都影咗咪，成身都。污水很多啊！陈生，我翻咗呢头发，我白头发噶喎，佢老婆攞到呢条头发嘅人死啊！到底边个女人嘅？咁老咁老，你都好，白头发，系咯，我老婆攞到。好嘅，休息时间，休息时间。边度烂咗咯？你谷你谷。俾一粒你，跌咗几块啊？一蚊，你要不要？要，系俾你哋，两蚊。系咪？你嘅张先啦。你不嬲唔同嘅影嘅。二三。錯係不嬲，我唔同佢影。影一先嚇，好靚咯，靚好靚，樹真係好特點啊，係咯，影到好靚喎。有有北嶺咩啊？有啊，靚單人單人。唔好意思，左胸啊，左胸係咯係咯，可以啊，篤住啊，吸喂喂，屁都出啦，俾我影到咗，真好，點樣好？俾我影到咗，我影到佢哋喎，影到影到，影到佢放屁添，屁都出啦，啊！哇，大风啊，现在。
刚刚遇到一组人，啊，12人的一组，都是华人，啊，跟上来了，跟上来了，比我们迟来的，啊，跟上来了。今天天气很美哦，今天凉爽凉爽。现在走了超过一半了，超过一半了，我们要到 campsite 了。到了一个夹顶，第一个夹顶到了。又到一个顶，这样子好像小小的夹顶，很多这些夹顶。猪猪王就是那种白白的木水，好像猪猪王那个。这种好像蜘蛛网样子，一层一层的沙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这个 Orlin 很口渴，休息一下。这个 Orlin 很口渴，补充一下，补充一下。这钓它就不用拉那么重了。到了，一个家庭。很大风哦，很大风啊，到处都是白白。因为海拔高了，所以常年都是被那些雾霾包围着，所以它就是有苔藓啊，有苔藓森林这样子。好了，今晚上我们在这边过夜。哇，师傅，你那够大哦，三人了。师傅的，三人了。三人。哎，装备最齐全了，你们。
些火炉没带来。火炉没带来。火炉靠你呀。哦。哎呀，不干净啊水。哦。清清啊。Okay 啊，我味道啊。啲水飲得可以飲啊。好甜咩？好甜嘅哦，好乾淨。流啊。Natural mineral water。講一下。嗯。像不像冰？冰水。嗯。冰箱里面的冰水啊。现在我们去 waterfall blood waterfall、啊、到了嗨，我哋瞓著。阿鹏哥喺边度啊？见到鹏哥嘅，我喺后边啊。我都睇到你坐喺度。有咩？哦，我都睇到你坐啊。我坐过。瞓著咗啊，正话。哦。成日今日翻去又系有瞓有得瞓啊。现在就不落。不跟着。麻痹啊麻痹啊，不行，太冰了太冰了，不可以，我以为可以，但是不可以啊，下去马上麻痹啊。趁人表演俾睇，飯桶啊，好餓啊！之前咧，我煮，突然間又買過啲水，都幾熱嗰啲啦。哇！不要緊，不要緊。啊！影完要影完要。哎呀，幾好食哇！豐富嘅一餐嚟嘅，幾食飯時間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係啦，係。好吃。啊！椰子仲有滑蛋攞宵夜嘅。嗯。哎呦，就係啲美國佬啊！7:17，大家吃饱准备睡觉休息。刚才我们要去
我们到了营地搭 camp， 我们去瀑布玩水拍照打卡，回来吃晚餐，现在7点多准备休息，等下我们2点开始要吃早餐，过后我们攻顶。很冷啊，刚才去玩水真是很冷啊，那个水下去啊1分钟都顶不到，1分钟都顶不住，太冰了，太冰了，麻都上了，一直麻都上了，现在还冰啊，不行不行啊。2点了等等，要出发了，出发了。刚刚被吵醒，最好睡的时候，12点多，他们那帮人下山攻顶，下山1点多他们上去攻顶，12点多他们下到了。那时候是刚刚好，最好睡的时候。温白饭，温白饭，你的水够啊？吃早餐时间，吃早餐时间。嗯，准备出发了，现在吃了吃了，3点多了，现在3点多了。来看一下，准备吃饭了，打个招呼。Hello， 早安。哇，加油，攻顶！出发，出发，精神一下，来点精神的。现在5点20分，1800多米的，1800多米的。现在走了2个小时了。3点半开始，5点20分的。现在1915米高，1915米高。但是看级别赛还有半路，还有半路要走。从 waterfall 到顶还有半路，这中间现在走那么久，身体不冷了，身体不冷了。但是外面很大风。还有雾水滴下来，滴一直从树叶滴下来的，还有很多风声啊，上面很大风。前面的已经去到 Camp Castle 了， Camp Castle 我在后面等，刚刚到 Camp Castle。前面的已经去到 Camp Castle 了， Camp Castle 我在后面等，刚刚到 Camp Castle。现在去做 Camp Castle 的路上，要到了，差不多到 Camp Castle 了。烂泥，全部是烂泥啊！哦，从 waterfall 开始 ，camp 山那边几乎都是一直走烂泥，可能昨晚上有下一场雨，不过现在下止了。烂泥，太潮湿了。这个山是这样子的，不潮湿的话就没有摩西了。啊，这样开始。
你看全部是水哦。哦。Camp Castle, Camp Castle， 到了到了。下几点看一下？7:56 ，Camp Castle, Camp Castle。现在我们要攻哦，攻顶，攻顶。OK， 过了 Camp Castle。在攻顶，攻顶。又是泥浆啊！现在就8:30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现在还有一半的路程，攻顶，从 Camp Castle 攻顶还有一半，现在走到一半，应该是9点多，没有意外的话9点多会攻顶。水雾雾水，白白啊一片啊，上到顶也是白白啊，看不到东西。完全是没有热处。到顶了，要到顶了。用不了，用不了。
迎欢迎，鸡山。Hello， 到了二一八一。啊。Happy 不 happy 啊？他们先到，他们先到。等下我在等人，等人。快的就先上啊！等下我们快的就先走。下雨不简单嘞、欸。啊？下雨不简单。不知道。到了到了，供电了供电到。哦，系啊。来，成功成功。真系要供啊！啊 ，video 嚟啊 ，video 嚟啊。系。有得坐车落去冇？啊？有得坐车，而家坐车落5000蚊都俾啊。喂，未行到嚟啊？有喺入坐两个。听到声，成功咗你哋啊！啊，嚟睇录影啊！鼓励啊！我命啊！鼓励下，鼓励下。呢、這个我睇呢个，有三啊，唔错啊，唔错，有比想象中好先生啊！想象中真系西马第三高嘅，好犀利，真系想象中。好棘，好棘，好棘，好棘啊！加油啦，仲要啊！大家有可能行啊，为咗啲泥浆。啊，多多多。哇！来，成功咗，成功咗，终于到咗，终于到，功顶啦！我知道唔识咯。森林拍咗回程的路上再顶回去 campsite半路高一点，有个假顶，但是白茫茫啊，什么都看不到。这里磨蚀就没了，这里磨蚀，看。这里很美啊，磨蚀方的很美，一流啊，一流啊。这里磨蚀火了就美啊！这里磨蚀火了，一流啊！喂，咩哎呦，等等，慢点哎呀！
永北啦，永远吧，刚才从那边下来的，啊，这边爬过去要5个小时、6个小时，啊。一秒，阳光猛烈，现在就下大雨，现在又下大雨，你看，大风大雨，变化极快啊！下一秒就阳光热热，现在又马上狂风暴雨。